设小孩子大了之后，有可能会就是选休旅车。那以目前这一组套件来看呢，其实它的密合度都是非常棒。其实如果不说，我觉得它是官方出的，它其实就是 Skoda 大棕熊 Kodiaq 的 RS 性能版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可以这么低趴，我第一次看到。更多精彩内容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